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期节目，妻子们将去到山顶餐厅、泳池戏水、酒吧嗨唱，走，一起去瞧瞧。今天在莫干山山顶的一处餐厅，妻子们来到这里，背靠莫干山，吃着美食，我们也赶到了这儿，来看看妻子们他们在聊些什么呢？爱上他们。夏天出来旅行，怎么少得了戏水和踏浪花呢？看着无边泳池，我都忍不住想要往水里跳了，但是不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待会儿妻子们要来这儿开泳池趴，安排一下。因为这个是无边泳池，其实如果坐着气垫船飘到无边泳池边还是会有些危险的，所以我们建议妻子们还是不要靠那么近。莎姐，你们往前一点，不要再往后了，赶紧过来，小心一点，往前走。出来旅行，大家是不是想过要找一个有氛围的地方，和朋友们聚一聚，聊一聊人生，聊一聊有意思的事呢？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哪？今天我们在酒吧，又有歌又有酒，真是人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听说待会儿妻子们也要到来，让我们等待他们的过来。晚上说要来酒吧和妻子们一起嗨，现场听娜姐唱 live， 超惊喜的。姐妹们，酒吧嗨唱不停，越唱越欢乐，隔着屏幕观察的老公们也按耐不住了。想要看到超精彩的第三期节目，就请大家记得9月5号中午12点在芒果 TV 锁定妻子的浪漫旅行了。